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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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我不掩饰啊，就是表演出来是吧？啊，我要讲就是讲，表达出来。哦，知道。嗯，这样是最好。所以有时候我也说会，可能会说错什么的，但是不会错，互相有些人他。
什么他不会说他就反正你错也好对也好都犯了你就是不犯你看就这样子就不会犯错<笑>是不是老师虽然就不会犯错啊而我们讲的话就不会犯错是嗯但是以后人家来见到你犯错对他的犯错这对他有没有 嗯，对，我跟李老师有什么事什么不管他，怎样，对啊，就这样了，嗯。哎呀。 叫你刚开那么的手机删除那个视频是吗？没有，他说上次你是拍上传的，所以我就不上传了。只是看这个，好久不打了，看看现在有什么女儿，现在有什么不上传？嗯。哎，太近了，拿我。 哎，你手痛不攻了，这个是攻不行，等一下可能没办法，等一下会伤害的手了。是啊，是啊，歇歇歇。不正常，我这样打就是打开心情，然后断断面上皮。这个这样打不行了。啊，不会伤到手，这样打。这有什么？喂。
留情的。没有，我就讲，留情是有一次那肯定的，但是你自己他是有些本金够，是有点本很多是吗？啊，这个经过你跟陈老师教嘛？不是教，是打，是工多手熟啊。是，所以是一个也是你给我的训练的嘛？工多手熟。是啊。就帮忙就真的就是像教那样了，你知道吗？啊，比较进步。